那还是两块呀，只要有鱼呗，是吧？这个应该没鱼吧？有鱼了就下，光等着它下鱼的。是两块钱到这下手吧，姐。姐下不了手了，姐不干。那是不干。姐再休息一天。大休息一天，姐。到这儿没办法，姐天天在家干的，姐两块钱再到这儿。姐大工么的，俺给我在家，俺去给别人帮忙干活儿嘞，在姐坐着休息嘞。给别人干活儿家。哎呀，给别人干活儿整给我的，你看我这当大工，你当两块。你在这打打工光搁那不不找一会不替你，他们在这再不挂心了，都把这打一人拉倒，一人隔壁都来了。哦，一人隔壁都来了，这一群到的。在旅程啊，我当兵工来了，你当大工来了。来了，套给我的，哎呀，家就留呗。用，我带点家油找回来，我拆木，我拿五块钱买拆木啥的。我家。那干活把家具都给支提了。我们那个拆的也就在。现在还家里边那分量屋人给我找来了，那个我找不着的，可能那个拆的那个了，我没个时间。报麻烦了，你去那当大工，那那是一条不是叫你绿皮的给那啥了，你绿不好了，现在给不了你拆了呀。我这个一圈圈我都把那捋起，我圈圈圈圈哪里卡了？掉圈圈。那扎上卡怪，那这。他往上边捋都不好捋了，越往上他也难捋，不是还有那梁吗？还有那梁，还得。你那咱们那墙，你靠那个墙似的，你这一往上不好了，你报麻烦了，不要紧。我说了，你知道呗？带来你老捋起来，他那老一看，哎呀，又省力又摘花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是呗。我当雕工玩的，我给你拜拜出回。你也当雕工，你拜拜。哦，对，那个啥，在家也不来当大工啥，你俩那抓着我这，我给你磕砖头，负责我负责炒，负责刮的，你刮的还能吃，行不行？把这当年在家也不是大过去捋了，我一天在家那个石头不是都是捡的，都是你捋，你捋还是胡拉人？就啥时候就那年说下大雨给胡拉了，哎，这老有头捋捋了，他捋了多些。羊灰多的都来啊！咱俩打去那里了，这我这不跟他去，你成啥样都没事的，我也看不出来。好像不去，后边儿那个都点我，后边儿都去主场里嘛嘛。看着主场不少，进去里看着就有套呗。哦，不叫去旅那个了，在地方我在家了，你跑去那儿读读那个了，就在俺在家了。你像你在这，你也当大哥，在地方知道你是呗，哪块穿好了，咱就在那动动。这还起来，这回想露一手的话，露不成了。他不让你啥，那说实话的话，他说这主场你说盖成啥样是你计划的？我说了啥？我那天动嘛，我上班嘞，我把一个月没打进去了，还说的。他不说一个对对，还讲我你看我整一圈儿的，我一天这整的，那是你整的。别不计说个实话，咱都实话实说，那个主场到底是谁规划的？往哪块儿安弄水管？这个焊这个门的盖，所有的盖的房啊。不，咱不说这个，说这个，咱这就是说绿墙的。咱说绿墙的是呗，绿墙的你正常下墙，咱说规划不可能。主场多大？墙子多长嘞？那真的得照主题上说。你放大野车来给咱。说说那别带了，咱听你的吧。他不叫咱动了，咱正好歇了。我到主场旁边，咱上那睡一觉，提提凉快，提提转一圈那真，咱愿意那个绿那个皮鞋还留的是呗。因为有一家女的不高兴，在这三人这个上，啥时候他们说的这的，他们说就在绿带都绿，不叫在绿带都行，是不？我这个队友挺快，对不对？别过来了，叫他们再走完会儿，人家们不高兴，是呗？对，再歇吧，咱们都高兴，这何乐而不为？对，进来，一进来，歇，睡，歇不能睡的，睡打不到这个，在这老百姓这么会儿，那会儿这个。这个是放法，放法，在地里忙活忙活的。那真的，可把前面好久那个跳了，你整的这么多，你得那啥了，就
这个地方还是倒费工的，比如说省里来倒费钱的，还得拆，我还得下砖。他是两三天都忙没。他也是还不是，要是我的人，我都今年动手。你的也动手。我还没让，我啥不是我都约我。孩子也都是我整的，不是一天多结实。马胖，你都没有自知之明。来，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。咱一会儿上主场忙嘞，忙不了，挺紧的嘛。嗯。凉快点，早点睡。